好不好？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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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个代价多大？就是因为上篮把我上场了，所以你们更快。巴黎世家是说不过去了，必须要有一个巴黎你的高跟鞋。不是开玩笑的，你再见啊，巴黎世家小家了，啊，我有点贵，十点十点，太贵了，那还是手表，我得让你们看看他的表，劳力士，十点真的十点。刚十点是吧？你们一般打到几点？十一点。有时候打到十二点。有时候。我打到一点在那边转。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就不要回去了。打到一点，打到一点订个披萨吃完接着干。就是啊。明天早上打到门看硬的。早上六点半起来的。刚刚下过去。我之前看前程就，我也老是没说蹲哪儿，所以我也想出去。接着来，接着来。不敢动我真的不敢。再来，再打一盘。嗯，那我休息一下。哎，我再休息。你们比较厉害，我这个接周岩还是休息。去，我休息。跟着打吧。不是闹着玩的。啊，这个有买了。哎呀。鞋子带弹簧的，啊，鞋子买这弹簧，如何买上？对，我就是身体不行，你就像他原来这样的。哎，踩高跷行吗？你说我的鞋就是很高。你踩高那个，你不摔跤吗？上去不下来了。对啊，就是他下就站不起来。真的，我看到了，我觉得你的弹簧可以。上次有一个中国来的，我看到了，换一下，可以合法穿吗？这是。上的，你要真穿又摔死。哎呦，真的、啊，还有太不上了，开玩笑的，我用吗？我给你还没试过吗？要试过吗？你们要是挺有钱，也不是很贵，1290。啊，哈哈哈哈人民币吧。我知道，1万块的钱可以不现在了。啊，对对，有一种钱可以不现在。你每次花20块钱找人借。哎呀！人家去那个印度培训，说那个白板写满了，一按钮，这个白板就干净了。说我一按钮，噔噔噔噔跑过一个人。我只能说这个。十块钱。所以你还好一点，还一个点比我这个。好，接着来，接着来。经历比我没有强。谁啊？那谁他如果老带去，我也说，我就是。哎呦，还有苹果，老板，我是哪一双？做的好，我觉得好看。先做小 S 啊。啊，这个腰太比较溜。对，好，是不是早点的？这回你过来。